今天我给大家看了他的笑脸，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种笑脸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当然，一个笑脸，他肯定先得有两个眼睛。竖着，力气不大。两个眼睛，圆圆的眼睛。然后一张一个大大的小脸。当然会给他一点装饰了，比如。眉毛，一点点眉毛，然后一个笑脸就完成了。然后左手画完了，我们画右手，右手要不一样一点。它是酷一点的笑容。什么叫酷一点的笑容？画完你就知道了。因为左手画画是第一次，所以画出来的东西是很有艺术感。啊，这个笑，这个感觉就偏邪魅一笑的那种多一点。两个手势不同的风格，这两个笑脸送给大家，大家晚安。